尊敬的诸位大德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嘉宾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在台北市这个地区举行清明祭祖大典，我在台湾第一次参加，非常欢喜。记得在早年我还没出家，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，寺庙毁掉了，祠堂毁掉了，家谱被烧掉了。我们在台湾的同胞们对这桩事情非常重视，也非常痛心。家谱烧掉了，我们家庭历史断绝了，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一桩事情。我记得好像两个星期没有睡觉，这事情怎么办？最后想出来呀，百姓宗祠，一个大的破坏之后要有建设，每一家的祠堂没有了，家族没有了，我们要共同的一个祠堂，对，我就想出，百姓宗祠，提倡百姓宗祠，提倡呢，我们中华民族是一家人，我们一个共同的祠堂来祭祀祖先。这么多年慢慢的形成了，早年我移民到香港，在香港呢建立一个百姓宗祠，结果一查了中国的姓氏，不止百姓，百家姓里面有400多个姓氏。现在有多少姓氏？大陆上语言教授他专门研究姓氏，他告诉我现在他能收集的已经超过30000，就万姓先祖纪念堂啊，这第一个纪念堂虽然不大，但有这种形式，我们不忘本，在香港汉口街，尖沙咀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小小的，中华民族万姓纪念堂，提倡孝道，祭祖重不重要呢？重要。中国5000年来从来没有忘记祖宗，我们对于祖宗多怀念多尊重，哪有不孝父母的道理，所以孝道从哪里开始？从祭祖开始，所以中国历代帝王，这国家，小的是家庭，没有不重视祭祖的，一年3次，清明祭祖，中元祭祖，7月半中元，冬至祭祖，一年3次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要把祖宗忘记。我们的祖宗
跟世界上每一个族群那个祖宗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祖宗有智慧，有高度的智慧啊，有爱心，对于后世子孙照顾到无微不至，能不感恩吗？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看到有文字记载的4500年，我们相信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啊。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核心？我们总结了4个科目。第一个是五伦啊，父子有亲，五伦第一伦，根本的根本，这就是孝道，父慈子孝啊，这是核心的啊。那么还有一个，这是亲，这个血缘关系的亲情。除这个之外，跟血缘相等的价值观就是尊师，孝亲尊师是中国人的大根大本啊，在中国决定不止5000年啊。没有文字之前，我相信古印度，印度教，我跟他们有往来，他们的长老告诉我，印度教之前是婆罗门教，有13000年的历史。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化史啊，也至少啊也有13000年啊，也就是说13000年前中国老祖宗已经教我们五伦、五常、八德啊。四维八德虽然是在春秋这个先秦时候完成的，但是我们相信行之久远呐啊。五伦五常有10000多年历史，四维八德的精神早就有了，这是中国人啊。那么今天社会乱了，地球上的灾变很多，大家都在想着怎样恢复安定和谐，化解动乱跟灾难啊。一般知识分子啊，我也遇到许多国家领导人，我们在一起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。我读过英国汤恩比博士啊、卢梭这些大德们的著作，他们对中国历史研究得非常透彻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爱护，那种感情超过我们中国人啊。晚年他是1975年过世的，那一年他85岁，80岁以后晚年3次访问日本啊，在日本做过这个学术的讨论，这个很多媒体都去访问他，那么这些东西都记载下来了啊。晚年他总结啊，真正是发菩提心的真菩萨，不是假菩萨，一心专注在
如何化解战争，因为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明了原子弹，在原子弹没有发明之前，战争再激烈也不至于毁灭整个地球。但是今天不一样了，今天核武战争可以毁灭整个世界，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文明能够在几个小时当中毁灭得干净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。他就想怎样能够化解这个问题，他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，他看到中国夏商周，夏商周三代统一，文史政治没有统一，都是诸侯国，但是文化统一了，所以他就想到这个世界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，就像夏商周一样，天子，夏商周用的是文化统一。文化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文字开始，也就是五伦五常是人必须的，人人都要学习，这是教育的大根大本，那么文字学，中国的文字学是很特殊，跟全世界的文字他们用拼音，拼音是用语音来传递消息，这个弊病很多，语言常常会变，大概200年之后语文都变了，用这个语文记载的文字后人看不懂。那么中国文字特殊，它超越时空，汉字文言文，所以这两位英国的大师都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字，非常赞叹，认为一定要用中国的文字，把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推广到全世界，作为全世界共同的文言，凡是要流传给后世的一定要用汉字文言文来书写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假如假设了孔老夫子现在复活了，那么他在今天遇到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世，他说他遇到毛主席了，他们两个说话呢一定是不通，但是写文字就沟通了，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好处，几千年不会变化，意思能传达得很圆满。这个文字好世界上找不到就如何能将汉字文言文普及到全世界，作为全世界共同使用的文字，语言保持的没问题，写成文字呢一定要用汉字文言文，就跟夏商周三代这个情形相仿佛，他极力提倡，非常有道理，所以我们现在谈中国传统文化，根四个科目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人必须要遵守，那么跟宗教里面的伦理道德因果，这个圣人的教训可以说是大同小异，我最近这十几年来跟世界上许多宗教接触，我看读他们的经典大概80%都相同，
20%，那是有差异。那个差异是，我们居住的地方不一样，啊，文化传承不相同，啊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啊，那是无关紧要的，啊，重要的理念、道德、伦理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我现在要求别的宗教，啊，都把他们的经典都很丰富，不是一般人能学得了的。啊，一个宗教已经很多了，10个宗教没法子学。希望他们每一个宗教编一个小册子，360，就是用360个小段，把他们宗教重要的理念教训呢，统统揭露出来，我们一看就明白了。啊，现在圣经360编好了，古兰经的360也编好了。啊，我看到了，非常欢喜。我希望在一年之内，每一个宗教都出版一个360。啊，我们共同的学校学习，天下宗教是一家，只有宗教回归教育，宗教团结，宗教互相学习，才真正能化解社会冲突，啊，带给地球的安定和平。啊，应该政府希望每个国家施政要把教育摆在第一。啊，政治为什么？政治就是为教育。教育为什么？教育就是教人孝亲，教人尊师。只要有孝有敬，终身奉行，不把它丢失，世界可以和平，可以回归到盛世。啊，大唐盛世，诸位知道，那个盛世是局部的，中国这一个地区。下一个盛世是汤恩比说是中国人，21世纪。这个盛世，我的估计是1000年，是地球的盛世。啊，我们要团结整个地球。啊，不但要团结宗教，要团结族群，要团结政党，要团结国家。啊，我们先相信汤恩比的话，中国的人，中国文化可以做到。啊，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，啊，他已经在这个路上走了。啊，我们听到他的言论，看到他的作为，已经完全遵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啊，来帮助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尊重他，啊，我们要爱护他。我们要支持他，啊，相信呢，我们祭祖的活动，这今天这是第一次，啊，以后我在香港是1年3次，希望台湾每年也有3次，啊，清明、中年，啊，这个冬至，啊，希望将来这个活动是国家领导人来做主祭官。啊，每一个族群代表的推一个代表来陪祭，啊，做得更庄严、更肃穆，效果更大。啊，我们还可以邀请其他国家不同宗教的都来在观礼，啊，请他们来观礼来看，啊，看到体会中的文化，中国文化的精神。啊，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此地。啊，大家。这个听我讲经的时间很多，啊，许许多多事情我都在讲经时候啊，随时都提出来，请求大家指教，祝福诸位身心安乐，啊，家庭和睦，事业顺利，啊，社会安定，
国家富强，啊，我们啊，祝福，衷心祝福大家。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老和尚慈悲开示。感谢师父，请大众起立，对面站。我们感谢师父慈悲开示，感谢王院长的鼓励和诸位培济官的参与，以及我们各位法师以及与会的炎黄子孙的一份心意。我们掌声恭送上净下空老和尚和嘉宾先行休息。